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从一大早到晚上睡觉前，很多人都锁在这个脸书上面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啊在脸书上面po文，好像还在那边默默的在那边算我有几个赞，有几个人在回复啊，没有回复还不高兴呢。有的，我们来请教一下星星教授安格斯早。大家早安。你也有脸书，我也有脸书，现在没有脸书好像怪怪的，连我70几岁的妈妈都有脸书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脸书上面哪一些星座的人最需要掌声的？哎呀，这好尴尬，这需要掌声的第三名啊，射手座。所以你说我此刻就需要一些掌声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对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也可以在电视机前鼓掌啊，我不会介意啊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以射手座来举例啊，因为射手座是一个重视不凡的星座。那所谓的不凡是，他如果觉得平淡的那个好好平平整整安全的一生是很无聊的，所以呢，人生需要刺激冒险。我举个例子，华德迪士尼。哦，华德迪士尼，史蒂芬史蒂博。哦，这些例子举得好，真的，对，就是他们过去做的事情，如果是失败，其实亏损很大。可是他做成功了，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奇迹。像综艺大哥大张飞啦，或是曾经起过早年的一点的女神那个林志玲、侯佩岑，都是射手座。你干嘛说人家是早年一点的？早年们一起成家。看看人生需要掌声鼓励的第二名的星座。好，比射手座还高一点的就是他隔壁的天蝎座。哦，天蝎座呢非常重视定位。那所谓的定位，就是他在人生中，他必定要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啊。你举个例子，像我们这个本台主持人那个陶晶莹啦，啊，或是以前也跟他是对手的丽晶啦，啊，他都是标准的天蝎座啊。那你看，都会他们会起冲突嘛？彼此定位很重要，品味出众，不可忽视他。还有一个天蝎座叫林青霞，你看那个品味，哎呀，这厉害了。好，来掌声鼓励第一名，哪一个星座最需要人家按赞的？好，我猜啊，这个标题一出来，大家一定是猜到第一名了。第一名是狮子座。哎，昨天他才上过榜。也是第一名。对啊，昨天是众承诺的那个榜，狮子第一名。我们昨天拍桌子的市长柯文哲啊，或是前市长郝龙斌啊，或是又是本台的大姐大小燕姐啊，狮子座众成就，地位高啊，就会让狮子座有存在感。这一定跟很多观众朋友心里想的很像，对不对？对。